夜雨，你不打算离开九州了吗？玄姐，你觉得有人能横跨星河吗？曾有人独占万古，横渡星河，但是对于我等来说，近乎奢望。我要独占万古，横渡星河。我不能输。等你走出魔坟再来见我时，我答应和你彻夜畅谈理想和情怀。我立下的誓言还未实现，岂能死在这里？我还没输。雨滴灵象，该你出来玩玩了。去。哇，夜雨爆发了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夜雨，好样的！夜雨的到底经历过什么，居然能做到如此地步？第一关过。哇，夜雨他真的好强啊！好厉害呀！他真的过了第一关了，这是创造历史了吧？夜雨太厉害了，我现在相信夜雨了。对呀，令风还真可能是他杀的。喂，瞧见了没？我叶兄牛旺，速度震，你就等着叶兄出来弄死你吧。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住口！这儿。休得放肆！阁主息怒，属下教子无方，还望恕罪。下不为例。谢阁主，属下日后定严加管教。此子灵气浑厚，足以排在同境界中第一了。只可惜后面两关，未必还能如此幸运了。哼，听见没？还有两关呢，等他能活着出来再说吧。哼，咱们走着瞧，玉兄。你可要挺住啊！造化诀吸收灵气的速度真快，刚才还重伤，只数个呼吸竟已恢复了。嘿，接下来。就是第二关了。啊！这什么东西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人多了不起啊！按江湖规矩，单挑啊！啊！喂，我还没完全准备好呢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点小把戏奈何不了我。猎涛掌，不会就这么结束了吧？哼哼，我就猜到不会这么简单了事的。猎涛掌居然挡不住！啥呀？你们这帮混蛋都不等我先准备好！第二关咋感觉这么儿戏呢？简直像……简直就像泼皮无赖在打架！我们能不能商量点事儿啊？能不能别打脸啊？我可是靠颜值吃饭的呀！啊，哥，浩姐，啊，各位冷静，啊啊！别以为我会傻乎乎的挨打，我不会跑吗？哼，拜拜了您那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不是说好单挑的吗？救命啊！这
关看得真无聊。这第二关是万棍袭身，灵象化身强大战士配合棍棒，简直不可敌。阁主，依您看，夜雨能过此关吗？唉，此关考验实战能力和武技使用，他刚入门不久，我看难。对付这群难缠的虚影，用猎桃掌没用，看来只能试试雪岩教我的招了。让你们试试我雪岩姐姐的无双指。不是吧，为啥我用出的无双指这么弱鸡啊？夜雨，我现在传你一战绩，能学多少看你自己。符文，雪岩不是用的剑，而是符文。造化诀，给我分解无双指。漂亮，好非凡的战绩呀、啊！再来！刚才不还胜券在握吗？怎么又被打成这样？叶兄不会死在这一关吧？那我岂不是要给他准备纸人？叶雨不会死。真的吗？